这是灵珠的绿。这是，就是他，灵珠就在他体内，带他回去。太好了。哎，大王，一定是刚刚使用了法力，您现在的身体根本经不起力了。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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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。今天我们先走吧，既然已经遇到这个女巫，我们回头从长计议也不迟。玉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马呢？末将来的时候马就不见了。奇怪，我刚从马上摔下来，怎么一点伤都没有？末将害公主受惊了，末将这就以身报国。哎呀，别谢了，赶紧走吧。你去哪儿啊？咱们还没有圆房呢，你可要对我这个驸马负责呀！你往哪儿跑？我警告你别乱来啊！本公主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机会？什么人？我可是大夏驸马，敢拦我？原来你是大夏公主，怪不得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你。正是本公主奇葩。你谁啊？废话连篇，我让开。这位神秘帅哥，咱们俩应该是没有什么仇吧？天赐意外，我们。大王，你没事吧？本王没事。人找到了。大王，看这腰牌图案诡异，想必是大夏特有的标志。先把它收着，兴许日后有用。是，我们先回去。姑娘，你是谁家的人啊？这身体不舒服，要赶紧去看病啊！对呀，我们送你回家吧。对，对啊，就是啊，赶紧去看吧。哎呀，我真的没有病。哎，姑娘！哎，姑娘，她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位公主来自异族，想必在化兽肯定有些艰辛。本王已经想好了，我会给她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，让所有人不敢轻视她。大王想要如何？娶她为妃。参见王妃。不是，等一下。我怎么又要嫁人啊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们大王要做你们王妃啊？天色已晚，红袖姑娘，早些带王妃回寝宫休息吧。是。还敢如此无礼！本王？难道
你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奎木狼？我就是奎木狼，你要如何？怪不得花手族大王从来不在众人面前以真面目示人，怪不得要抢亲，肯定是怕见了真容没有姑娘愿意嫁，所以把我掳来。三更半夜不在自己的寝宫待着，反倒跑到本王的寝宫来，恐怕这有点不太合规矩吧。那么敢问大王，你是看上我哪一点？我看上你不可对七葩之宴领主之事，他此刻对我如此抗拒，如果再认定这是一桩交易，恐怕更加难以与我真心相爱。是你，公子好样貌。公主请自重。哦，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？不对啊，我是男装。八成是柳君，要是他突然进来喊我大王，我的身份就暴露了。是我大夏隐卫的腰牌，你是？姊妹，在大夏你一直蒙面，我差点没有认出来你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终于见到自己人了。对了，你可曾记得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？啊！公主，我那日一直想要阻止贼人把你带走，所以在后面跟着，突然被人偷袭，我就昏迷了。醒来之后，就发现自己来到了华硕。我也是啊。等我失去意识之后，我就莫名其妙的到了这里。公主，你误会了，奎木狼他是看我身手不凡，所以把我抓到他身边来当侍卫。就你这等身手都斗不过他。是我就想着留在奎木狼身边做侍卫，也可以一边搜寻公主的下落嘛，没想到今天还真的碰到你了。姊妹呀，你真的为我付出了太多。其实在这里你应该叫我李雄。李雄？是奎木狼给你起的新昵称吧？也算是。好吧。他现在以为我是被化兽大王抓来身边侍候的大夏隐卫。隐卫？本王也是为了保守秘密迫不得已。这位是李雄，是大王指配到公主身边的侍卫，最近几日会来公主这边保护公主的安全。李雄，参见公主。这是什么？
手机？这画手人都是吃素的，你怎么拿到的？这段时间我特地去打点了一下关系，专门给公主弄来的。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好。啊，坐。嗯，这就不用了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坐。公主，我不爱吃肉。对不起啊。来，来啊！尝尝这个，怎么这么多奇葩？你喝多了。没有。奇葩。我。堂堂准王妃穿成这样，臣何体统啊？哎呀，本王不喜欢。你这么晚来找本王，所为何事啊？当然是带点好东西给你啊。放我回家。除了这件事情，本王什么事情都能答应你，但就是这件不行。我要回家。谁在那儿？公主，是我，李雄。你这睡觉怎么也不好好穿衣服，小心着凉了呀。哦，李雄啊。
好了，你可以转过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要跟你商量件事儿。你知道吗？幻兽族有人要杀我。什么？疼吗？你如果疼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李兄，你刚去哪儿了？我刚刚肚子疼，半路出宫去了。公主莫怪。关键时刻掉链子，这可不像在大夏时候。公主恕罪，毕竟人有三急，属下失职，让公主受苦了。算了算了。你能找到这儿来，想必也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公主，你实在不该主动要求来这儿啊。你不在现场不知道，今天这个奎木狼还挺仗义的。如果真破不了案，本王就算当一回昏君，也要保住他。李雄不是说你怕引起众怒不便来这儿吗？众怒我已经惹了，多一些少一些也无所谓。牢中煎熬，我带了些东西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防蛇虫鼠蚁的药，你把它撒在地上，那些东西便不会再困扰你。这可真是个好宝贝。恭喜公主解除禁令，我带了些下酒菜，想与公主庆祝一番。心领了，不过现在不是吃鸡的时候，鬼知道这个奎木狼哪天又发神经，又把我禁足了怎么办？我们得赶紧走。来，公主，走。你如果实在觉得很冷的话，你靠着我。我原本以为我们今天一定能回大夏，没想到。你就算回不去，也没关系啊，你又不是一个人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如果我这辈子一定要谈个恋爱的话，我一定要像他们一样，遇到一个心意相通的如意郎君，做神仙眷侣。真的想娶我当王妃吧？你要三思啊！你看，我又不懂什么宫中什么礼仪的，又没教养，不成体统，甚至还扰乱你宫中的秩序。这样的王妃有损你的名誉，百害而无一利。奇葩，就算你与天下人作对，本王就算与天下人为敌，也定要娶你。告辞。这话本子果然管用，公主做的菜果然好味道。
公主，你要不要也来尝一尝？不用，这是我亲手为您做的菜。我希望不仅是大婚前，之后我的夫君也要每天吃到我亲手做的菜。您可愿意？我愿意。我明明做的很难吃，你为什么偏要勉强啊？我明明就不适合做你的妻子，你为什么就不放弃？奎木狼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？我做的菜太补了。没事吧？奎木狼，奎木狼，奎木狼，喂，你干什么？奎木狼，你清醒一点！奎木狼，你干什么？快走！这个，不用，真的不用了，公主。一起啊！哎呀，来，你看，不是，真的。你和阳光一同跌落，撞进我寂寞胸口，甜蜜失落只有我懂得。奎木狼，你一再逼我跟你结婚，可是我的心已经不属于你了，我也并不爱你，你就别再苦苦逼我了，好不好？不管你爱不爱我，也不管你是否心有所属，你都只能是我奎木狼的妻子。这你都能忍？反正我是绝对不嫁。这是，哎，你看啊，让一个男人放弃一个女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看到这个女人已经心有所属。你看那边，你快干嘛？在干嘛？快看呐！我会派人守在这里，我劝你最好断了出去的念头。等一下，你不会再伤害李雄了吧？只要你好好待在这儿，我就不会伤害他。你是你在奎木狼那儿待了太长时间了，发现他根本不会怜香惜玉，还是觉得我更好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去吧！一点点。你跟本王回去上药，那个人渣，本王会找人来处理。本王会还你个公道。哎呦，疼！等会摔跤了，本王可不负责。
摘下来不就好了？等等，先别摘，本王有个惊喜要送给你。神神秘秘的。来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奇葩，本王都知道，你从第一天来到化兽开始就充满着恐惧和不安，我现在也不奢求你能马上与我心意相通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从头开始正式认识。奇葩，你愿意嫁给我成为我的王妃吗？我愿意。公主，李雄，你来啦。是啊，公主今天看起来这么开心。嗯，是因为昨晚奎木狼那个求婚吧？嗯，你乱说什么呢？那个呀，只不过是走个过场，又不是真的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稳住奎木狼而已。哦，还有啊，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我让马英雄已经在驿馆的柴房里面安排了一个装着脏衣服的箱子，这个箱子的容量够装我们两个人的，不过安全起见啊，我们还是兵分两路，你呢就趁机装进去，我呢就在这个箱子里面等你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大夏。李兄，你是谁啊？马英雄呢？没事吧？奎木狼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小心！喂。至于准王妃的家族人，刺伤大王，罪不可恕，斩立决。你要杀我可以，先放了我们公主。又让王四，王四乃是王族大事啊。没错，我的确，怀了孕。那。我家乡的族人，哎，看在这王四的面子上，先关进大牢，容后再说。上次公主失踪的时候，姊妹被不明人偷袭，她连腰牌都丢了。腰牌丢了？腰牌？这是我大夏隐卫的腰牌啊！你，她根本不是姊妹。你到底是谁？我
为什么要欺骗我？为什么要冒充姊妹？林兄，我记住你了。七葩，七葩，七葩，七葩！放手，放手！从现在开始，我跟没有任何关系。公主，你来干什么？今天晚上就要大婚了，我来看看你。怎么，替你大王开心啊？他下了你这么好的一步棋，我现在只能束手就擒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回我的寝宫睡觉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们可是约法三章的啊。我们今天洞房，你至少也要做做样子，等熬到天亮再说吧。啊！王妃，你还不打算原谅李兄啊？你很在乎他？毕竟是本王让他撒的谎，而且还是本王让他到你身边去的。现在生李雄的气，就等同于生本王的气。放心吧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么想。你是你，他是他。我困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想对我的孩子做什么？喂，我答应过你三个月，可是没有答应过你一直假怀孕到那个时候。王妃，大王，你是在找我吗？过来啊。你过来啊！过来啊！这么晚叫本王过来，有何事啊？我没事儿就不能叫你来了？没事儿，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大王不必拘束啊。本王知道，最近齐长老一直逼着你养胎吃补药，不让你随意走动。以你的性子，肯定会觉得十分烦闷。但是最近长老院十分重视这件事情，所以本王也在其中很难以权衡。所以我。怎么了，大王？你今天怎么有点不一样啊？哦，怎么不一样？大王可喜欢？喜欢，喜欢的紧。大王，您现在是不是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愤怒感？没关系，发泄出来吧。来，来吧，来呀！
不是应该愤怒吗？哎，喂喂，你冷静一点。起来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起来。灰长老，王妃的紫微星喜脉没了，果真滑胎了。我的孩子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……你说什么？血幻，血幻。原来他也喜欢我。等等，爷啊，原来我在你昨天晚上昏迷了之后拉起了我的手，你说什么你不记得了？我还拉了你的手啊。我拉着你，我说了什么？你说了这个。是什么？这个是喜欢。昨天你说你喜欢我，你记不记得？我喜欢你。那我问你，你说的话还算不算数了？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我愿意啊。无论以后遇到什么艰难险阻，你也不会轻易放弃。我绝不负你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以后再敢欺我骗我，我定不会饶你。好。我给你准备了惊喜。只要有你在身边就够了。
这样，我也给你一个惊喜。闭上眼睛。好。这是个干什么？这叫奇葩的美女印记，这样你以后脑子里就只有我了。在呢。你抓着我的头发，就知道我在旁边。这样是不是能安心一些？嗯，好像是。谢谢你啊。你永远都不用跟我说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受伤了？没有啊。记得小时候，母后也常常这样给我梳头。那个时候，我总喜欢闭着眼睛，因为母后在给我梳头发的时候，她的手非常温柔。如今，是你在给我梳头，可我却看不见了。那你就当做现在还是小时候。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。嗯。我好像听到你的心跳声了。我也听到了。这是什么？桃花。山上的花都已经开了。我感受到了。你
是不是在看着我？没有，我没在看着你。我为什么突然对奎木狼有一种心动的感觉？不行不行，我已经有李雄了。我怎么成了母后说的渣女了？嗯，不对不对，我对奎木狼只是感谢，我还是喜欢李雄。可是我现在听到他的心跳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你是不是累了？要不然我们回去休息。我们多在这儿待一会儿好不好？可能是在宫中憋了太久了，我很喜欢这个感觉。可以，你想待多久都可以。我多努一定会出现。我想回去了。好，你想回化兽，那我就带你回化兽。我所有开心的事都是与你一起的。不会再有危险了，奎木狼，我在呢，你不用怕，没事的。为什么白天了你还是这副样子？我只是暂时的，这个很快就恢复了，不用担心我。我的毒呢？是你帮我吸出来的。所以你的样貌无法恢复，是不是跟这个毒有关？你不要担心了，我这个只是暂时的，很快就没事了。魁星在上，明鉴我心。我奎木狼与奇葩，今日皆为夫妇，同心同德，夫妇一体。生死与共，定不负卿。魁星在上，今日我奇葩与奎木狼结为夫妻，同心同德，夫妇一体，生死与共。虽然我爱奎木狼，但是我不想死。好，你不想死。对，纵使感情在世，我也不能为了一个人白白牺牲掉自己的性命，我觉得不值得。
虽然我没有了灵珠，但既然我的血能让你从狂化状态变得清醒，说明也能助你暂时恢复功能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。哇！怎么样，好看吧？你这衣服款式有些特别啊。那我们就赶紧穿上它吧。你让本王，你这衣服，本王穿上恐怕有失威严呢。难为悦己者容。难道你就不愿意为了我把它穿上啊？这可是我亲自设计的呢，让工人们赶制做出来的高定情侣装。什么装？意思就是两个人心意相通，穿着同色系同款式的衣服，让别人看起来我们俩就是一对。那本王就穿上，让别人一看咱们俩就是一对。嗯，那你可要听好了，奇葩，我奎木狼这一生唯一只想要的就只有你。我爱你啊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有什么事比上山还重要啊？就是之前在山洞的时候我们不是已经拜过堂了吗？那这个洞房的流程是不是应该走走了？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，今天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自从你来到本王这儿，就几次三番的撩拨于我，怎么觉得本王会坐怀不乱？那今晚本王就让你见识见识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啊？我这套衣服还好，但是你这套衣服是不是太过暴露了？哎呀，那边的人啊都这么穿。嗯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快点走吧，别再误了船啊。嗯，啊，签证船票。老公欧罗巴，我们来了。